这是火辣的陈佩琪。第一次进棚就要拍床戏，不知道在剧中身为罗家公子的王振富吃不吃得消？是不，不能老是那几种菜，一直轮流吃嘛。有时候还是要吃一吃别的口味。嗯，我还蛮满意的。那妈妈是最兴奋的，哎，对，她是第一个最兴奋的。说真的，对对，我还没有看到人，光听声音我就有一种那种兴奋感无法形容。你们负责上床。你们不能上床，我们不能跳舞，这样好。OK， 上床快点。Come on， let's go。Come on， let's go。我准备娶到这个太太。没想到我轻轻推开之后，他又乘胜追击追过来。但是今天很感谢有陈老师的这个教导。到哪里？什么 A？ 他们不想让我收工，跟这些人多没良心啊！谢谢大家。那我去洗澡哦，就去洗澡。兄弟们，那我要换尿胶。耶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金玉，我红酒酒醒跟差不多啊，头先久都无喝你们嘞。好啦，我先去就好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有点问题。囡仔放在一起就是安尼啊，为了反对而反对。那是，要唔过那是台湾，要唔过那是伊伫拢遐尼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准备娶到这种太太。对。笑。不要脸的不起。你是我太太，就啰嗦的呢。也不过，伊你的身份，当初你应该出来是名媛贵族，你是我这个普通人。Thank you, everyone. 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掉了。多久没进棚？一两年哦。今天第一天会很紧张。今天是我的第一天，然后场次也蛮多的，台词也很多。然后居然还有吻戏，那我一直在专注那些台词，还三角形我都没有看到，其中一个三角形的角落就是有 kiss， 整个都凉了一半。对，那你刚刚一次 OK？ 我希望一次 OK， 因为只要是有重要的戏，打戏、吻戏、情感的戏，大喜或大悲的。大怒的就一定要一次过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台语叫做魁嘛，那个魁不要断，然后再加上就是不要去影响别人，因为所以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自我要求。像我刚才我也蛮讶异的，所以我刚跟佩琪的沟通的时候，我说我可能转这样一点点，至少可以看到双侧，可以看到双侧，所以我觉得蛮好的。很会亲的意思吗？很会翘脚步。其实刚才是我想要亲一亲之后起来，我再看看他，然后再浪漫的亲。没想到我亲一亲推开之后，他又乘胜追击追过来。这个，吻戏相当有经验的，就是我们的陈老师。然后他刚才跟我讲说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下次如果还有这种戏的话，你不要担心。该摸哪里就一次就OK。我们轻一轻重，然后我们倒下来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往旁边去，你懂吗？没有，我是要给你看你的脸。静静看看你，你又退上来。我想说你怎么停了？很久没亲了。哎，五哥有点不太习惯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今天很感谢有陈老师的这个教导。到哪里？